铁观音茶的好处。铁观音茶原产于中国福建省，是中国最著名的乌龙茶之一。除了它独特的花香和果香外，铁观音茶还有许多健康益处，以下是其几个主要的好处，井号井号。一、改善心脏健康。铁观音茶含有的茶多酚和其他抗氧化剂可以帮助降低坏胆固醇和血压，从而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二、助消化。铁观音茶可以帮助消化，特别是对于油腻食物的消化。三、减轻压力。铁观音茶含有一种名为茶氨酸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有助于减轻压力和提升心情。四、促进牙齿健康。铁观音茶含有的氟化物可以帮助防止龋齿，并且有助于减少口腔细菌的生长。以上就是铁观音茶的一些主要好处。尽管铁观音茶有许多健康益处，但过量饮用任何类型的茶都可能导致一些副作用，如失眠、头痛或心悸，所以适量饮用是关键。谢谢大家观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给我们一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希望这个介绍对你有所帮助。